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好多宝宝都问说咱家鲍螺一斤是多少个？我给看一下咱家一斤量是多少啊？这是一个大盘子。摆个封面，这就是咱家一斤的量，我给查一下有大概多少个啊？这个个头呢，就是大小均匀的都有，就大点的、小点的都有，大小都有啊。我给查查多少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十六个。这个是因为个头大的多，完了这是十六个。这是开开包可以直接吃，但是加热吃会更好吃。咱家的鲍螺都是现做现发，比如说你今天下单了，12点之前下单，当天就能发走；12点之后下单，就是第二天发货，都是现做现发的啊。他回家怎么加热呢？家里面如果有微波炉的话，拿微波炉加热3分钟左右，没有微波炉就放在炒菜的锅里面，少放一点点的水，热透它，把那个水热没有了，就剩一点油汤了，蘸的油汤吃啊，特别好吃。它是香辣，我有好多宝宝说我要吃麻辣的，咱家不是麻辣的啊，是香辣带点麻的口味啊。千万切记不能用锅蒸，不能用锅蒸，用锅蒸过之后就像隔夜菜一样，就比如说咱们自己炒个什么菜用锅一蒸就会不好吃，这个也不能用锅蒸，只能用微波炉或者炒菜锅热啊。南方的宝宝，有的口清的宝宝，你可以就是热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配菜，比如说香菜或者圆葱，你喜欢的青菜放里面跟着一翻炒，它这个汤汁沾到青菜上就口就没有那么重了。现在的鲍螺超级肥，而且这两天的鲍螺都很大。我没有热，加热了会更好吃，凉了其实就很好吃，加热会更好吃。还有宝宝会担心腥不腥，咱家鲍螺一点都不腥啊。它的壳非常薄，吃的时候注意安全，别扎到了。这个视频吃的少，就是个讲解视频。大家看别的视频吧，吃的多。